今天开卷的无一法不言信气啊，一二三四五六第七行，从第七行的最后两个字，无一字别于心说，总令众生悟佛之间啊。所以没有一个字在《金刚经》中，在一切诸佛大教里面是别于心说的，因为就此如是大觉心体，它可以别别说一切法。但是之前已然跟大众一直不断的沟通，假设建设大众的学习的方向跟理念，那个别别不断的为你架设、为你陈列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心法就是如此。当你能够真正心里面能够深入别别时，你深入真心里面真的在智光上面能够坦然看照照料一些别别时，你就会突然发现，你那个能知能照料的心，它不属于别别，它虽然不离别别，但已经不属于别别，所以它在不属于别别上所有呈现处就是一切别别的万法。那一切别别的万法，你当前知了之时，你是常住在根本超越别别的本来的觉性大觉性质，这是心法，这是心性，就是如此。所以你刻意要抓的别，反而障碍了根本心性，它本来能超越一切别的清净。但你将来你不知道别，你也永远找不到你心中能入一切别别的根本的智光的觉体。所以他没有一法别于心说。那换过一句话，一个角度上来看，那一切法就是别别，没有一法别于心说，那一切法是别别时，就是拿着别别告诉你是心。那同样在这一句话上就让你知道，那一下当下心中就是别别一切法。如是的心里面的焦光，当下如是心中的提领跟担当，这叫做总令众生悟佛之间。所以天台中就法华经的宗旨就是开始悟入佛之间，你能够明白在念念之间开始悟入佛之间时，就叫成佛的法门吗？不然你认为天台讲的法华之中的深意成佛的法门是在哪里说成佛的？不是就是教授一切行者，教育一切行人，念念就在你过去以为感觉的众生的流转的当下，你从头要你去慢慢去认，其实你觉得流转不过就是你被觉而已。当你真正知道流转当体就是觉时，你可以道尽一切流转相，但你道尽流转相的当下，你是住在那个根本超越流转的清明的智光中，看的相中似乎唤起的一切差别流转的作用而已。听到这些文字过去不熟，似乎就觉得搅扰，但是就是要这些文字让你们不断的在心中架构熏习啊。镜子就是现前的时候就是镜色不断的变化流转牵流处嘛，在整体的牵流处就是什么？就是为你呈现镜体的根本清明嘛。镜体若是不清明，如何能现镜牵流？如一是现镜牵流处，就正是镜体清明处。所以将来熟悉时，就在这牵流那一点上看的是清明，于是乎在这一点的清明上担当的是牵流。如是智慧记不住牵流，也不住清明，记不捉的清明也不会捉持在牵流，也不必避开牵流，也不会障碍它断了清明，这叫做真见净体，镜子的镜。决心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让你去磨砺，让你不断的思维，让你在理路上架构，你念念能够真正慢慢磨营，能够去小了的，叫做悟佛之间，总要开始悟入佛之间。所以过去在感受上，那叫众生之间的感受是随缘的，那就叫众生之间。但整体随缘的众生之间上面，你要去知道，它其实就是觉体，就是开始悟入佛之间。所以一个行者若是还像一般凡夫一样，一讲到众生之间都指他人，第三人称他人叫众生之间，总有一个相叫众生相，
那你就是流转在那个阎罗达多的世间业果众生的这种虚妄那个流转处。你要当下你知道众生相就是你现在的随缘现前的一切作用就是众生相，因为大觉心体无形无相，现前时就是随缘现的一切众相，那叫众生相。于是在这个众生上面就有身这个意思，四国就有身的意思。但你明白这个众生相时了，你知道原来是觉体必定能够随缘现的众跟身的种种作用，你明白这些相时了，所以你在这个身这么盎然的身起当下，你直下体会无身。不是你离开身有个无身，你是在身的盎然处知道那是无身。这种智慧要你不断的思维磨练来的，这种担当。那就永脱一切时间妄想名字啊，那叫做开始误入佛之之间了。